每一天大约有34个人都因为慢性肝病、肝硬化也是肝癌来离开这个世界。我的老公也是这样离开的。肝炎患者体内就像有座火山，许多人却因为没有症状而未治疗，很可能引爆肝硬化甚至肝癌。B 型与 C 型肝癌患者请提早接受 BC 型肝癌治疗，定期追踪检查才会健康。定期检查，早治疗，肝癌就未来。